是个神秘的解谜短片，请找出影片中病得最重的人。准备好了吗？影片开始。真怀念以前可以不用戴。坐下。谢谢老师。好，现在开始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。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二等于三。不知道是老师 IQ 太高，还是我阿他妈恐怖力。加三等于四。我全部都有听没有懂。哎，有了，我来运动一下好了，我来逗小妹妹开心。恩恩，什么事啊？上课不要跟我讲话啊！觉得你好可爱哟、哦，我要送你小礼物。你看，蟑螂家乐福。这些是蟑螂全家，你懂不懂啊？哦。上课不要讲话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要给我惊喜，还是要再用心一点点？国小没毕业的家伙，你算老几呀、啊？我可是数学大师，我在教你数学逻辑。哈！我在外面上课一节收费一万。哇哦！我的学生全部都台大医学系耶。哇哦！你在浪费时间，浪费你的生命。哦！无耻！粗鲁！拔啦！甩呀！讲一下，安尼真大声啦！
老师，我得让你打一下。啊？好了，你觉得是谁病得最严重呢？是听不懂一加一的博伟，还是发神经的股票数学老师呢？亦或是神秘的男子涛哥，或者是呛辣小甜心小恩恩，还是其他人呢？答案将公布于影片的最后窝。有没有想我呀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恩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猛男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圆班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香。大家好，我是莹。我是永日学长。我是松哥。我超哥。自由生陈哥，让我看看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因为已经很久没拍影片了。所以在暑假之前，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天。请问为什么后来都没有拍片了呢？因为我都在专心念书啊，在家一直听课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今天找时间来找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不会，不会爆了。好了，再一次啊，因为你的眼睛不能一直看着，没这样会很假。我这样。请问为什么后来都没有拍片了呢？因为我很专心念书啊，拜托，我很认真的好不好？再加上疫情停课的关系，很无奈。好啦，我找时间帮大家创作，大家请敬请期待哦。觉得你好可爱哦，我还送你小礼物。张凯娟家婆。公布答案，病得最严重的是。发神经的股票老师，才怪！比他更疯的是这位小朋友自优生成哥。让我看看，到底有谁会自愿被揍？打你一下，老师，我得让你打一下。显然病毒入侵脑细胞，已经确定彻底疯狂，没药救了。